如何桌面展牌？今天几分钟网来教你如何桌面展开一副牌。你将需要一副牌，一个台面。第一步，将牌放在桌面上，右手四指自然弯曲搭在牌碟背面，拇指自然搭在牌碟侧面。第二步，弯曲的四指轻轻压住牌面，同时用手臂向右划出一条直线，自然带动拇指从牌碟的侧面划过，牌就展开为一条直线了。第三步，练习熟练后，你也可以用手臂划出曲线，牌就成曲线形展开了。你知道吗？根据生理和历史相关证据，英国历史心理学家普兰推断，红心图案最初根本不是指心脏，而是由女性的臀部形状演化而来的。